二一。在座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大家早安。早上好。有上过我的学生学，对不对？有。所以看到老师。大学景观系主任，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向各位介绍我们系上今年的毕业生的一个毕业成果展。那这次我们毕业生有29位的学生，那总共展出了15件的作品。那这个主要是作为大四期间他4年来的一个成果的一种总验收哈。那学生不管是从这个设计发想，到整个的场地的规划，到这个专注这个主题上的内容，其实都有经过深思熟虑，那也跟老师做一下所谓的这个观念上的这种协调哈。那变成说，这次成果展里面，其实它的成果是非常完整的。那不管从设计图面，从模型展现上，其实都非常值得各界来对我们做来指导。那其实也是作为我们这个教学上4年里面这个成果的总展现哈。那变成说，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把学生的成果推给业界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希望说，各位能够来抽空来我们明道景观去，来帮我们指导一下。OK， 以上，谢谢。